破碎年代相拥且忧愁。愿那勇敢的人结伴往前走，朝日路漫漫，一程的是聚是散，月满枝头你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也不说给家捎个信儿。你就别着急了，哥，我回来了。哥，你可回来了？我就知道你没事儿。让我看看，受伤了吗？没事。那只手，哎呦，怎么没事儿啊？你看他都瘦成什么样了？那监狱哪是什么人待的地方啊？你说你呀，也不给多乐妈捎个信儿，多乐妈都要急死了。对不起。好了，多乐妈，别哭了，让哥坐吧。哥，你见到蓉儿姐没？嗯。你们俩是不是已经私定终身了？这八字还没一撇呢。饿了吧？多罗妈给你煮夜宵去啊！等着，别胡说。他怎么了？多罗妈因为你和蓉儿姐的事儿这么高兴吗？我不在的这几日，他们吵架了。那倒没有，蓉儿姐拼了命证明你清白，也是咱们家的恩人，主要是因为。蓉儿姐之前进过万花楼，多罗妈就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。万花楼？哎，哥，你可千万不要误会啊！蓉儿姐那是被人强卖进去的，除了当厨子什么都没干。你不能嫌弃她啊！你放心吧，你哥这就去找多罗妈说一说。去吧。嗯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宫里吃过了。宫里再好，哪有家吃的饭舒坦？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，我还是直说吧。你跟蓉儿的事儿，我本不应该插手。可是他进过万花楼这件事你知道吗？我也是刚刚得知。哎，是，哎，现在都是民国了啊，我这些那个老思想啊也都应该改改了。可咱们家毕竟是正黄旗出身，你又是皇帝跟前的一等侍卫，这娶一个……我相信蓉儿是清白的。哎呀，是，他是说他去做厨子了，可谁都不傻呀，难不成那被你一个男人……我敬重您，我也心疼蓉儿。蓉儿为了我吃了多少苦头，我不想她待在我身边还委屈。我们经历了几番生死，她在我心里面很重要。从小带到大的，多罗妈信你。不管怎么样啊，只要你高兴，
只要你好，多罗妈我就开心。哎呀，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你成家，我也算是对姐姐有一个交代了。哎呀，现在呀，只要玉梅那孩子再让我省点心，哎呦，我就阿弥陀佛喽。哎呦，你都不知道，多罗妈，谁说我让你不省心了？哎哎哎，你看你啊，净在这偷听大人说话。那你还老说我坏话呢。哎呀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赶紧去聊天啊，回屋聊天去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快去吧去吧，走吧哥。去吧去吧啊。站住。拿过来。大人，这从何而来？大胆奴才竟敢盗取宫中饰品。不不不不，李大人，小的不敢盗取宫中财物啊，这些绣品都是各宫宫女绣的，委托奴才出宫卖掉补贴家用。真的，李大人，我错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李大人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既然是做好事，有何不敢？起来吧。不是，我谢谢李大人，谢谢李大人，谢谢谢谢。臣李琦参见皇上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当值了？你身上的伤养好了？谢谢皇上关心，臣的身体已经安然无恙了。走，陪朕去御花园逛逛。李琦，臣在。有些话，朕思前想后，觉得还是得跟你说，请皇上明言。虽然这事儿是咱们事先说好的，但是朕没想到，这事情还是脱离了控制。朕真想不顾君臣规矩的牵制，好好的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这不是皇上的错，这是盗宝人之罪，臣毫无怨言，只是替秦放感到惋惜。你能有如此胸怀，倒显得朕小心眼了。玉德福，奴才在。那个龙满选祭祖时辰定了吗？定了，下月初三是个好日子。每年祭祖的时候，先皇的画像是又黄又旧。哎，是。你瞧瞧人家英国帝王画像多霸气啊！听说当年乾隆爷请洋人画师到热河专门画过。画过画过，这事儿我知道。那宫里头一定都有收着，朕要亲自挑选画像。这点事儿您还亲自动手？您下个旨意，奴才们就办了。朕又不是七老八十，闲着也是闲着。画像放哪儿了？在建福宫。走，建福宫。不是那个皇后娘娘说下午要跟您一起用膳，您看这都什么时辰了？哦，那你就派人告诉她说，朕现在有要紧的事儿，晚上再用膳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您听我跟您说啊，不知道您要到这儿来，早知道应该让他们把这儿打扫一下。你紧张什么？没有，是朕突然要来的，不关你的事。哎，是是是，有日子没修缮了吧？可不是嘛，内务府的银子短缺，连住人的正殿都没法修，就甭说这地方了。听说乾隆爷最喜欢这个建福宫。是，老爷子那时候一到夏天就来这儿住，说这儿清静。我跟您说啊，当时乾隆老爷子呀，因为喜欢建福宫，就在这儿修了一个建福花园儿。啊，没事呢，就愿意在这儿写写诗啊，赏赏画呀。嘿，您瞧这竹子长得多好啊，是吧？嘿，你这棵玉兰。哎，这门怎么还封上了呢？万岁爷，现如今这里边是库房，为了安全，
这么好的宫殿当库房，太可惜了。开开。这地方很长时间没人来了，我怕不干净，回头您再撞着什么。皇上，您要找的东西还没找到吧？哦，对啊，正要找画像，画像呢？这建福宫里头啊，分好几个库，你看有银器库、珠宝库、瓷器库啊。画像在哪个库？字画库。字画库里边的都是用樟木箱子呢，装着各种字画，他怕有虫子。不用说那么多，那就画像库打开，正要找画像。现在。对啊。嚯，这地儿还挺大的，东西还不少。万岁爷，啊，字画库在里边。哦。万岁爷贵为天子，什么脏东西也进不了您的身。要不老奴再进去。不必了，真饿了，让崇华宫传膳吧。不干了。你让内务府给朕拟一个清单出来。这。规矩，主子恕罪，皇上让崇华宫传膳呢。来，主子，我这给您捂暖和了，别凉着您的手。来，双喜呀，别光顾着本宫了，皇帝那边的膳食准备怎么样了？哎呦，我的太妃主子，您今天问了多少遍了都已经。放心，我按照您的吩咐去内务府，把我们今天最好的这个新鲜的瓜果蔬菜都已经全领了。这小灶上啊，炖着最好的啊，上好的燕窝。今天呢，我给皇上做了他最喜欢吃的江米酿藕，保准皇上吃了喜欢。那你赶紧去，别过了火候。是。太妃娘娘，太妃娘娘，哎，你这慌慌张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没规矩啊？太妃娘娘，我刚才听养心殿的公公说，皇上这次。让崇华宫送膳啊！我就知道这个蓉儿回来准没好事儿。主子，合着咱们都白炖了？这个皇帝是喝了这个贱婢的迷魂汤。这是什么时候的清单啊？这是太祖爷那辈儿的呢。是是是，自从那时建福宫。被封存以来，就没有再清点过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建福宫里有什么东西，这紫禁城里找不出来一个人知道是吗？是。啊？也不是。那朕不知道，你们也不知道。那朕养着你们内务府这么多人干嘛吃的？都忙什么去了？臣马上去查。现在就去。是皇上。哎，你站住！怎么拿这东西的？双手捧着。是。放这儿。仔细着点啊。这些都记好了啊。啊。好。哎呦。我看看。慢着点放啊，腿脚都麻利着点啊。放那边。这个轻一点啊。哎。什么东西？哎，干什么呢？慌慌张张的，没规矩啊！怎么了？刚才有个东西，唰的一下就飞走了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，吓死了！呀，这是祖宗显灵了吧？这会吧？是，你看见没有啊？刚才这建福宫里可都是乾隆爷最喜爱的物件。连嘉庆爷都不敢碰，咱们动他的东西，没烧香没祷告的，
别是他老人家不高兴了。你到底看见什么了？我其实也没咋看清楚。哦，但肯定是个活物，兴许是太岁。哦，怕不是派了个大仙儿过来。什么大仙儿啊？好像是黄大仙儿。黄大仙儿。哎呦，黄大仙饶命，大仙饶命，大仙饶命，咱们一定饶命。要不咱们也烧柱香，这地方不能动火。黄大仙饶命，黄大仙饶命啊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奴才罪该万死啊，请您饶命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奴才罪该万死啊。起来，起来，都起来，继续干活，起来，都起来，继续干活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最近建福宫里可热闹了，有人吓得直尿裤子，那大仙儿一闪就蹦出来了。那大仙儿长什么样啊？孙公公，宫里有宫里的规矩，不能乱了分寸。咱们再去不常去的大殿之前，开门的时候都得喊一声“闭”，就是告诉各路神仙我来了。该回避的有一个准备，别冲撞了哪位神仙。那天皇上突然间就说要去建福宫，到了大殿门口，那御大总管看皇上在身边，他也不敢喊闭呀。当天晚上就说脑袋疼。脑袋疼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是那种要裂开的那种。第二天皇上还说要去建福宫清点那些库存，之前是香也没烧，神也没拜，这不就冲撞了殿神，这不就撞上了吗？哎，孙公公，少英大人在建福宫等着您呢。嗯，今天轮到你们清点了，少英大人还在建福宫那边等着你们呢，快去吧。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得去茅房。哎呦，我肚子也疼，我肚子也疼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呀。小德子，你去。孙公公，我这是这才刚查几天啊，怎么停了？回皇上，不清点还好，越清点东西越少。胡说，这什么道理啊？朕看这分明就是你们内务府不想费力又想图清闲。皇上，您别说，这几天还真出了不少邪门的事儿呢。什么事儿？说是清点惊动了殿神大仙，要倒霉。又装神弄鬼吓唬人，朕刚查就搞出这么多事儿来，啊！你们都去给朕查清楚，对于宫中盗窃宝物之人，绝不留情。哎呀，朕今天这飞镖怎么回事啊？朕累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雨琦，你留下，你功夫好，你来教朕怎么玩飞镖。是。雨琦，闹鬼之事你怎么看？与其说是闹鬼，不如说有人在捣鬼。你也这么认为？捣鬼之人必与盗宝案有关。鬼怪之说甚嚣尘上，建福宫清点工作就难以进行，想必受益最大的便是那盗宝之人。皇上圣明，臣知道该怎么做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小德子都几天下不来床了。可不是吗？听说啊，他天天躲在被窝里，见人就喊大仙显灵了，大仙显灵了。哎，那天在建福宫就是他喊着看见了金光，估计是得罪了大仙，这遭到报复了。现在那建福宫都没人敢去了，生怕被不干净的东西给缠上。你们是哪个宫的？大人，宫中不可乱传鬼怪之事，你们可知罪？大人恕罪。李大人，他们是淳华宫的，不懂规矩，请李大人见谅。我正巧路过此地，又听到他们在宫中谣传大仙显灵之事。我不过有事耽搁，走慢了两步，你们就在这儿胡说些不干净的话。若让太妃知道了，
定饶不了你们。彩碧姐姐，不是我们乱嚼舌根，只是那小德子实在是病得蹊跷。小德子病了？说起来，是有好几天没见到他了。听说是被大仙给吓的。不准胡说，病了就好好养着，没得在这传些风言风语的话。下次再这样，别指望跟我一起出来领东西。是。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下去吧。是。哟，李大人。小德子呢？回李大人，这小德子这会儿应该在慎刑司了。慎刑司？他所犯何事？回李大人的话，这小德子呀，他患了疯病，整日说些疯话，妖言惑众，还想伤人。公公们怕惊了圣驾，就把他关到慎刑司了。我让你去查点建福宫的宝贝，你倒好，非要多管闲事，跟着我们。这下好了，知道了我们的秘密。你说，我还能让你活着出去吗？不怕啊，我已经散播你已经疯了的消息，就算你现在说出点什么，也不会有人信的。这可是盗宝的嫌犯，给我好好伺候着。孙公公，这慎刑司可不能再死人了。谁说要打死他了？你要是真把他打死了，皇上可就要治你的罪了。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呀！说不说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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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来了，李大人。审的怎么样了？这些公公什么话也不说，就连咱们给的馒头也没有吃。小德子呢？哎呀，这些公公疯疯癫癫的，属下并不知道小德子是谁。走吧。你带我去看看，啊，请。大人，大人冤枉了，大人，不是我干的，放了我吧。住手！进去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大人。走吧，大人。不是我干的。开门。是。究竟看到了什么？吓成这个样子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告诉我，建福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只要你告诉我真相，我定会向皇上求情，放你出去。相信我，你知道谁是盗宝贼，对不对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住手！大人，您的不碍事。疯子，居然敢咬大人！住手！老实点，以后不准再带玉行。听明白了吗？是。
我说蓉儿姑娘，你上次领的菊花这么快就用完了？我们主子平日里就爱喝个菊花茶，所以用得快些。那也用不了这么快吧，这宫里使的都是杭州特供的杭白菊，一年可产不了多少，那是供皇上太妃们享用的。我说咱们这做奴才的可别自己当主子。是啊，这奴才啊就是干活的命，就像主子让我来领菊花我就得来领啊。钱大人，那太妃主子的菊花呢？嘿，我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，你不识好歹呀你啊，还敢拿你的贱命跟我相提并论，你信不信我告诉主子们，告你一个不敬之罪，让你下狱。钱大人，严重了吧？蓉儿犯了什么过错，非要下狱啊？李大人，我就是跟蓉儿姑娘开个玩笑，不必当真。李大人，您这是所谓何事啊？刚才受了点伤，想过来取点药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给您拿点外敷药啊。钱大人，光拿外敷的药还不够，再拿些消肿祛瘀的药。得嘞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，又受伤了？不碍事，只是这钱南海滑头得很，没必要跟这种人费一番口舌。你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哎呀，哎，还真看不出来呀！啊，蓉儿姑娘精通药理啊，我看都快赶上太医了。赶明儿个这御药房啊，就归蓉儿姑娘吧。您别说。要是皇上下旨，我还真就接了。多谢钱大人的药，那我告辞了。嗯，谢了。走吧，蓉儿。钱大人，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要不是亲身经历呀，我真不知道这小丫头骗子这么不识好歹。这臭丫头。心眼多着呢，万一真让他发现点什么，到时候想堵住他的嘴可就来不及了。而且你要想继续发财有钱赚，就得办好我交代你的差事，不然。孙公公您放心，他只要还来御药房，我就有办法对付他。这几天伤口不许碰水，活动的时候也要注意，别把伤口给裂开。说好不许受伤又受伤。皮肉之伤而已，习武之人不怕的。还疼吗？怎么还咬人啊？这是属狗的吗？因为这个。景仁宫，禀孙总管，这些天我一直跟着李琦，他除了去了一趟慎刑司之外，再没有去过其他不寻常的地方。嗯，据狱卒说，他去慎刑司看了那些疯了的公公，不过什么也没问出来，反倒被咬了一口。被咬了？是啊，一个疯了的公公趁人不备就把他给咬了。李大人因此还派人单独看着他呢。这事儿有点蹊跷。是奇怪，孙公公，不如我们将他们杀了，以防夜长梦多。反正他们疯疯癫癫的，死了也没人会知道。你能不能动点脑子呀？皇上刚下令要确保他们的安全，你这时候动手，怎么收拾啊？哎，是是是是。还有什么消息？哦，对了，李琦从御药房出来的时候和蓉儿一起去了侍卫处。嗯，这事儿我知道，李琦跟蓉儿真是碍眼。孙公公，
不如我们将他们两个……还不是时候。现在关键是，你要盯紧建福宫那边，千万不能再出差错了。用这个钱，拿好了，千万别弄丢了啊！买完赶紧回来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不能再出去玩了，记住了吗？知道了，别啰嗦了，走了。哎，把那钱放兜里啊！啊！废什么话你？啊！我这可是新做的皮鞋，你赔不赔？啊？赔不赔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哼！哎，不赔也行，那你就乖乖的跪下。给爷这鞋舔干净，反正上面都是驴打滚的豆面。对不起，老爷，我给您擦，给您擦。起来吧你，干嘛呢你？照你这么个擦法，哎，我这鞋还要不要？啊？那您说怎么办，老爷？怎么办？嗨，我不告诉你了吗？要么赔钱，要么把鞋给我舔干净。舔，给我舔干净！就是在乎，太爷们儿干嘛呀？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滚，滚！我没钱，没钱，没钱就舔呢！滚，舔，给我舔！干嘛？舔，舔干净！大男人欺负个小姑娘，不是地痞就是流氓。没错，流氓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个黄毛丫头。哪儿的话给我哪儿待着去啊！别在这管你大爷的闲事儿。我今儿告诉你了，这事儿我就管定了。还杠上了是吧？对。哎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这丫头弄脏了我的皮鞋，我这可是英国的牛皮，不让她赔怎么了？明知道她赔不起，你还这么欺负她？而且你这鞋又没坏，随便拿抹布这么一擦，不是好好的吗？少在这欺负人。没坏，啊？谁说没坏的？怎么着，坏没坏？这一大老爷们在这欺负一小姑娘，明明是自己踢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儿我看我要不教训你，是诚心跟我过不去。我。你别害怕，他就是个无赖，不敢把你怎么着的。谢谢姑娘，多亏了你了。没事儿，我知道你们做小本买卖的也不容易，以后见到这样的人躲着点儿啊。没卖着钱，都鞋坏了，回去我爹准得打死我。你这驴打滚多少钱一斤啊？姑娘，你要随便拿，我不要你的钱。这是我所有的钱了，你拿着吧。哎呀，拿着吧。姑娘，我不能要，你拿着。但这也太多了吧？不多不多，你都拿去。行，那我拿着了。那你自己小心点啊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别打了，孩子，还没好利索呢，孩子。哎呦，看看这腿咋样了？流血了，啊？没事，先流血，后结痂。哎呀，等痂掉了，
先吃饭啊！今天运气不错，能找出点热乎的来。没事，大娘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。哎呀，老说不饿不饿，你是铁打的呀，吃。那给您添麻烦了。添麻烦。 就这破屋子，我自己啊都住烦喽。哎呦，现在呀，有你跟我作伴，我知足了。来吃，吃吃吃啊！哎，孩子，看你这架势，原来。 那不是个一般人啊！啊，哪有什么一般人不一般人？都是替人卖命，都是可怜人哦。你为什么要杀寿喜姑姑？你为什么要助纣为虐？ 顶天立地，一条腿也能走四方，这点事儿啊，他不算啥，啊！来，大娘，啊，我托您件事儿行吗？哦，啥事儿啊？行，来。 我这新泡的茶，买回来了。嗯，哎，菜呢？这不驴打滚，我让你买了吗？你还买这么多？我看着挺好吃的。这好吃能当饭吃吗？好吃可不就能当饭吃吗？哎，我说，给我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你要是买驴打滚，买两块就是了。 至于买这么多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如实交代。我今天去买菜的路上碰到一个无赖，那叫一坏，就在那欺负那个卖驴打滚的小姑娘。我气不过啊，我就把她给打跑了，把剩下驴打滚全买了。什么？你还打人了？江湖女子行侠仗义嘛。哎呦，祖宗哎，哎呦，你还真成侠女了啊！ 人家都说是无赖了，那是好惹的主吗？你真不让人省心呢！你，哎呦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以后出门都得当心点，可千万不能被这无赖再盯上啊！你记住了吗？你，快坐着，哎呀，你真不让人省心！别唠叨了，你，哎，尝一块，不尝，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 看来还是个硬茬啊！今天我说是你偷的，就是你偷的，我倒要看看是我这个鞭子硬，还是你的骨头硬。打！说说说呀！怎么没反应了？嗯，不会死了吧？这不还有气儿？死不了。行了。 打都打累了，我们出去吃点东西。要不要把他关进牢里去？他都伤成这样了，啊，能跑去哪儿啊？亮天跑不了，走。啊！哎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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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，能不能喝点啊？哎，
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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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睁开眼，平复了呼吸，这世界陌生又熟悉，相聚与分离压抑在心底，想珍惜谈何容易，我戒不掉暖暖的微笑，情愿为他放下骄傲，人心猜不到而我太渺小，乱世活下去最重要，不起眼的尘埃，不由我的年代，不灭的大义与心爱，就算刀山火海，就算暗影袭来，热血胸怀不再徘徊，用凡人的身躯，坚定的心面对风雨不犹豫，即使不自量力，其实一败涂地，我无愧于你。唏嘘，就算明天死去，不惜一切换取你不再哭泣，不再哭泣。